真係黐撚線嘅。嗱，大家睇撚到啦，呢啲嘅矛盾就必然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如果你立法係嘛，唔准我哋香港人歧視你大陸人嘅時候，咁屌你老尾有任何嘅爭執，中國人就最撚興噶啦，乜撚嘢都係屌你老尾 victimize 自己，話自己俾人歧視，屌你老尾係唔會將件事件客觀啲睇，究竟個事情係因為因事件嘅趣對與錯啊而發生嘅呢啲嘅爭執，定係真係屌你老尾因為你個樣或者你嘅屌你老尾嘅出生地、你嘅來源地而嘈交呢？禁止族內歧視的法例草擬工作已經進入最後階段。內地來港的居民旅客咧，係的而且確有時受到一些不必要的侮辱啊、敵視啊等等。咁所以我哋嗰、那個話用族內歧視去處理呢一個問題咧，就希望將嗰、那個內地居民嗰個權利同埋受到的遭遇咧，係能夠正式咁作出一啲規範。咁呢個嚟講咧，依家目前嚟講，去到最後嘅細節咧，其實我哋同政內局係有密切嘅聯繫嘅。佢話喺通關之後，涉及內地人被歧視投訴同查詢冇增加，形容係可喜嘅情況。又話禁止族內歧視，將會以居民來源地作為定義，即係內地來港人士，無論係咪屬於香港永久居民同來港目的，都會受到保障。好啊，而家嚇你咁撚樣講，唔嚇即係唔準族內依一個嘅歧視。好啦，咁如果嚇即係好簡單，我哋屌你老尾有一單咁嘅事件嚇，而家嚇你大家睇到啊。如果現 case 有大陸嚟嘅人被連環特別對待，係嘛？嚟香港四小時受盡白眼，斥香港不適合內地人旅遊。咁啊，帶六件行李上的士，跟住俾的士佬黑面，咁又話香港人歧視你。去淡仔裏面屌你老尾啲招呼差啲，又話人哋唔撚識普通話，又話人哋歧視你。喂，咁呢啲係關乎你自身嘅行為，我唔撚知你屌你老尾閪冚家產食極都話人哋唔夠辣，要你換啦，定係點撚樣？喂，如果你真係去淡仔有大陸呢，話人哋嗰啲乜撚嘢大辣啊、小辣啊都唔夠辣。要人哋俾辣椒醬你，人哋跟緊住問你，冇乜問題啊！辣椒醬已經加咗俾你嘅，加一次，第二次加就可能要屌你有冇加錢。哦，你是不是歧視我們大陸人啊？喂，咁撚樣又上綱上線嘅咯噃，係嘛？跟緊住你帶六件行李上個車，司機唔幫手搬行李。喂，阿姐姐，你見撚到我哋香港的士司機，屌你老尾老個老虎！84歲揸的士，你叫你幫佢抬行李，屌你老尾閪，佢幫佢抬撚完之後，你幫佢屌你老尾閪冚家產抬棺材喎，係嘛？咁佢嗰咁撚老啊，咁點撚樣搞啊？係嘛？你去屌你老尾閪澳紐，係嘛？你係預撚咗，屌你老尾唔好講你啦，閪知的美食家都要俾人白眼啦，屌你老尾閪搶鳩你走啦，喳喳淋啦，你仲坐低喺澳紐裏面，成隊人喺出邊排緊隊，你然後跟撚住喺度玩直播。屌你老尾啊！人哋冇咩攀你走啊！哦，攀你走！屌你，你们是不是歧视大陆人啊？系嘛？冚家铲！屌你老尾！你喺街问路，人哋唔捻识听广东话，你是不是中国人啊？怎么你不说一个嘅普通话？咁捻样，你又话人哋屌你老母歧视你喎、啊？喂，你好捻多呢啲嘅位，系我真系哇！屌你，我加啲乜声？你要啊一个中国姑啊，我加啲乜声？我真系唔识噶噃，咁我唔识咪唔识咯，咁点啊？屌你老尾，喺香港一定要识讲普通话噶，唔识嗰阵时候你依家又屈鸠我，又话我哋屌你咩唔肯答你，态度冷淡。屌你老尾，因为歧视呢一个嘅大陆人，咁我哋就真系好蚀底啦。好啦，嗱，去谂到呢一个点，如果真系有一个嘅情况出现，假设真系有一个嘅大陆人去买嘢，换嚟换去，换谂到个 sales 都嬲，然后跟谂住嗰个 sales 就屌你老尾閪，唔肯帮佢再拣鞋，大家爆发争执。跟撚住人哋就屌你老尾喺報警，叫差人嚟調停。而差人嚟調停嘅時候，你差人就知撚到有條咁嘅歧視法，佢就會受理。咁我哋香港人就好鳩蝕底啦。好啦，調翻轉有條嘅香港嘅女 sales 賣衫嗰陣時，然後服侍一個嘅屌你老尾嘅大陸嘅大款，然後個大陸嘅大款就屌你老尾喺話句：你啲啊，什麼東西啊？啊，你什麼的材料啊？哦，你换一个比较懂普通话的
啊，跟我的高度差不多的啊，我不要你这个矮冬瓜来服务我，你走走走，你滚，我看不起你，来问个第一个来。哇，如果咁样样讲，好啊，你嗰一个嘅女超市去报警，哇，屌你老尾閪，俾依一个嘅客歧视，歧视你嘅高度，歧视你普通话讲得佢唔够纯正，歧视屌你老尾閪冚家铲，你唔识依一个普通话，你系本地香港人，冇资格去服侍了解大陆人 customer 需要啲咩嘢，叫个差人嚟，咁个差人嚟到。一见，哎呀，大陆人，哎呀，扑你个街！喂 ，PC 四五六八，我撞紧咗仔投诉，咩事啊 ？PC 六五八九，喂，四五六八，屌你老尾閪！而家个女店员话个，屌你乌鸦声嗰个大陆呢去投诉佢，喂，唔好咁样大声啊！你个大陆呢俾佢听听都扑街啊！连你都话你歧视，哎呀，系一个内地嘅大陆女同胞，佢话一个香港嘅女售货员投诉佢歧视佢，咁点搞啊？嗱、啊，屌你老尾！嗱、啊，僆仔，我抌钱入你袋啦！屌你啲大陆旅客两嘢走，你落 case， 屌你老尾之后又要传召，又要落口供，又要依样又要嗰样，系嘛？冚家铲，你带你去翻警署，冚家铲啲 CID， 今日礼拜四啊，琴晚跑夜马输够晒啲钱啊！冚家铲跟紧住夜马欧联十六强，屌你老尾！冚家铲曼联又俾人哋淘汰咗，喂，啲师兄实屌你老尾喺冚家铲炸鸠你型嘅喎，俾嘢佢做，咪僆仔啊！屌你打甩佢啊！去到咁嘅情况。嗰啲咁嘅 PC 係咪肯穩定？唔肯受理，息事寧人，盡量和解。你永遠香港人投訴俾大陸人，第一嚇，屌你老尾閪，差人要幫你執法嘅時候，會唔肯會偏頗係嘛？屌你老尾閪，你知唔諗知？第二樣嘢，你要揾翻依個人要捉佢嘅時候，就算佢真係錯鳩曬，佢如果佢知道佢理虧，佢禮手，第二日就屌你老尾閪冚家鏟，黃光走撚咗啦！你揾佢啊？你揾佢啊？咁我哋咪蚀张晒，咁而家咪变相变捻咗，我哋就永远就奶摊，因为我哋就屌你老尾不能移动的堡垒，永远喺香港，你喺呢个地方里面大陆人投诉你，大陆同胞落嚟屌你老尾喺玩鸠你，你就屌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因为点解啊？你永远都系踎紧喺呢一个嘅屌你老尾喺冚家铲嘅吓呢一个嘅中环，屌你老尾嘉咸街，屌四廿八号，你走唔捻到，而佢。屌你老尾閪！如果佢真系歧视你，你告鸠佢，佢礼手走咗，你去重庆揾佢啊？你去屌你老尾閪深圳春风路揾佢啊？你揾佢唔捻到噶嘛？碌柒，咁你咪夹硬 demo 捻咗我哋香港人咯？你讲真，你如果一个嘅事件，个的士司机唔帮个大陆网红去搬六个行李，情有可原。如果佢真系系一个六八十几岁嘅老人家，点搬？然后你因为话鸠佢系你系大陆人，佢唔帮你，屌你老尾閪，系搬行李，又或者佢屌你老尾做乜你收鸠我啲屌你老尾嘅行李嘅钱，又或者屌你老尾閪，你要 charge 我 additional， 我饮醉酒呕钱，呕咗你嘅车污糟，你要 charge 我钱，你咪歧视我大陆人，系咪？你咪香港人系咪罚五嚿？你咪屌你老尾閪冚家铲，你应该咪要罚鸠我五嚿？点解你罚鸠我八嚿啊？即系你又会有呢啲咁嘅争拗，你点拗啊？系咪？咁你点搞啊？你咪自己无啦啦整突啦！你好谂多嘅嘢，你要明白到冇无缘无故嘅真，冇无缘无故嘅恨。香港人点解同大陆人嘅呢一个嘅矛盾，系个文化上边嘅呢一个嘅差距，而大陆人嚟到香港里面做一啲破坏咗我哋香港人平时日常里面嘅嘢，包括屙屎、吐痰、嘈喧、巴鸠币。OK， 屌你老尾閪冚家铲吓，污糟邋遢，整到个市容乱七八糟。咁有一啲嘅嘢系，仲有系偷呃拐骗，屌你老尾假和尚真乞丐，屌你老尾閪冚家铲吓，脱胎换骨易形变，变形乞衣冚家铲妓女落嚟，屌你老尾閪冚家铲打劫，屌保药党乜卵柒都有，破坏香港嘅民心。咁佢哋係真係做緊嗰啲嘢，你係唔撚阿拉啊嘛？喺唔撚阿拉嘅情況之下，有拗撬有衝突，就喺翻嗰件嘅事件裏面去斟酌，唔係一嘢抌撚咗佢上上邊，話佢係屌你老尾閪種族啊嘛！而呢一樣嘢你都未撚搞清楚，你憑機會學乜撚嘢人去立法，學乜撚嘢人去立例？講真，調翻轉。有一个香港人，可能在大陆里面有六件行李，好像有网友这样讲，无奈无奈，他如果调返转，他不肯帮你搬，那我们在深圳里面可不可以屌你老母告鸠他歧视香港人呢？冚家铲，屌你老母，你怎么谈呢？
是吗？你讲唔谂通啦，你系咪歧视我香港人啦？调翻翻转头，系吗？咁我唔谂识听普通话，答唔谂到佢，咁你点你咩屈鸠我系歧视大陆人喎？咁你点样样讲？根本就无啦啦整突啦！你呢啲嘅嘢摆捻咗落嚟，一边就可以个龙门任搬，警察喺个执法里面就对可能分分钟对佢哋宽松。第一就无谓搞捻咗自己，之后难搞，屌你咩整捻咗个 file， 屌你咩烦捻到啲师兄，屌你老尾自己系帮唔捻到手，尽量就屌你老尾就唔捻你。佢搞鸠你嘅时候，你又走唔捻到。我哋香港人，我哋喺呢度住，就屌你老尾啄捻住咬捻住你个春袋唔捻放，根本就不对等不公平，大家互相屌你老尾喺冚家铲，唔对等唔公平嘅呢个条款之下，然后你屌你老尾立法，主要就系惩罚我哋香港人。到捻到最后，就令到我哋嘅香港人冇捻得还拖，见捻到大陆人 ，yes sir， 鞠躬，屌你老尾叩头，敬礼。屌你老味冚家產，歡迎歡迎，耶咧歡迎！你係得咁撚樣嘅呢個情況，對撚咗大陸人就忍氣吞聲，對撚咗大陸人就叩頭跪低。我屌你老母啦！點解要搞撚到我哋香港人咁撚賓州？屌你咩咁撚辛苦喺個地方，喺我哋土生土長嘅地方，俾呢啲嘅外來人入嚟我哋嘅土地，屌你咩攞我哋嘅資源，搞亂我哋嘅秩序，搶奪我哋嘅屌你老味係唔撚同嘅呢啲嘅撚屌福利。然后跟捻住，屌你老尾閪！我哋还拖，或者指证佢做错嘢，或者啲嘢唔捻啱，一句屌翻翻转头，俾个上方保剑佢，唔捻屌得，唔捻屌你老尾嘈得，唔捻可以屌你老尾冚家铲同佢讨论，因为你任何嘢同佢讨论嘅时候，你就变相系你系歧视佢，歧视到佢你就屌你老尾閪，我哋就输捻紧，因为一个先天性客观嘅屌你老尾嘅情况之下，我哋系永远系喺一个嘅屌你老尾嘅下巴。永远就屌你老尾，佢哋就 upper hand， 佢哋咪癫捻咗？你摆捻道明整呢一样嘢，就系屌你老尾喺中共玩鸠香港啦，玩鸠你香港人啦，屌你老尾系佢玩鸠你，佢屌柒你就得，屌你老尾系你屌佢老母大巴打鸠佢，屌你老母啊你就歧视，你就系歧视大陆人，咁你屌你老尾喺你香港就绑手绑脚噶啦，你点样样搞？冚家铲，屌你老尾系！即系，所以你系好捻气愤嘅，你知捻到呢啲咁嘅情况，即系你系气愤到一个嘅点嘅，系嘛？即系以前屌你老尾閪，即系日本皇军都系可能分分钟都系咁捻样嘅啫。啲大日本屌你老尾嘅大和民族喺香港里边高人一等吓，就算啊英国嘅殖民地啊，有冇谂屌你老尾閪有条咁嘅样嘅呢一个嘅条例？屌你老尾閪，唔准你哋屌你老尾閪香港人黄皮猪！叫我哋死鬼佬歧视我哋白人，有冇一条嘅条例？屌你老母閪，冚家铲，唔准你香港人歧视白人咧？冇噶嘛，冇依一样嘢噶嘛。冚家铲，你屌你咩北京人？你话冇唔准歧视上海人咧？上海人有冇唔准歧视？屌你老母深圳人咧？点解喺香港里边就屌你老尾閪冚家铲？香港人唔捻准歧视大陆人咧？你真系完全都系讲唔谂通啊，系嘛？唉，即係所以呢，你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你幾撚氣憤，你幾撚無奈，係咪幾撚荒謬。咁啊，超哥，你六點半俾人上門搞呢一個嘅屌你老尾呢一個嘅抽油煙機，其實真係未有咁樣荒謬啊，係咪？起碼你喺澳洲裏面，你仲帶條道理，屌你老尾你東亞病夫之拿人，你俾人哋歧視啊，俾本土人去歧視嗰陣時候，你都仲屌你老尾大聲夾駁啊！你調翻翻轉你喺香港裏面你嘅生活，你睇下，屌你老尾阿威敏，屌你老尾偉哥，係嘛？你睇下阿劉興係嘛？屌你老尾阿依一個 Danny， 佢哋就要屌你老尾接受呢種分分鐘屌你老尾係俾大陸人屈鳩佢，屌歧視大陸人嘅屌你咩不平等嘅依一個嘅屌你老尾嘅惡化啦，係嘛？屌你老母，唉，嘔血啊真係！各位 MHK 的观众注意啦，由2022年1月1号起，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.TV 的网站和 Patreon， 只供会员收看，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的影片。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的，可以去下列 MHK.TV 的网站付费，和到 Patreon 注册会员。